示范。黄国豪老师。说明。本曲由潘振声作曲，原本为一首创作的童谣，描写儿童捡到一分钱拾金不昧的精神，同时也告诉大家应该要有这样优秀品质。速度。中板。演奏提示。句子与句子间不必太连，可以用略为跳跃轻盈的韵功来描绘孩子纯真愉快的内心欢畅。示范影片开始。Thank you.